人在清醒时，理性会分辨对错，但在做梦时，潜意识会暴露出内心的恐惧。要想知道最真实的一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社交网络。看到什么了？凶器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。我是唐人街警察局副局长昆海啊。这位美女呢？是啥团警官 ？Nice to meet you. Check it out. 背后的凶手到底是谁啊？我看见了 Q 字的纹身。凶手恐怕不是一个。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要成为谁。你会信一个疯子说的话吗？我谁啊你？游戏已经开始了。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，这是我的宿命。自导自演，不相好戏。你真的认为你有生杀大权？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每一个看似解不开的谜题，都有命运的巧合。